you want to eat. 不管是花生粉、花生酱，我们先要有这个花生的来源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100公克的熟的花生。我建议大家尽量买这个花生是没有味道的。那如果你是买到带着淡淡的甜，也都可以哦。或者你买生的花生回来炒，炒到香味出来，然后你这样子一剥哦，就掉了，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皮给剥掉哦。那你可以用你这样慢慢剥也可以啦。那我今天用这个筛网，就在筛网上面搓哦。好，蛮快的，这个皮最后都会掉，然后我们让它塞到底下去。就大概塞到皮都脱掉了哦。那你甚至可以筛选一下花生，比较差的就把它淘汰掉。像有的说法说，这个小小的头的部分，有人说都要拔除，有人说这是黄曲毒素会很多的地方哦。但是没有关系，我想我们尽量买新鲜一点的，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个人，如果你觉得你就是想要拔掉，你就可以把它拔掉哦。不介意的朋友，你就把它留着都可以。把一些卖相差的稍微淘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筛了以后，底下就会有一些这个皮掉下去，但有一些大一点的皮还是不会掉。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拿另外一层的滤网哦，稍微的过滤出来就好了。可以再拿大一点的这个筛网啊，像抖一抖以后，这个大的皮就会从这个洞里掉下去，就好，就是照这样的步骤留下所有脱皮的花生。我们第一个步骤教大家就是怎么样把它变成基础的花生粉，非常简单，大家只要有一般的果汁机或是食物处理机哦。我今天用美善品来示范，我们利用它的快速的搅打功能哦。一般的果汁机你就是直接用这个高速来打，那也不用打很久哦，我看20秒、30秒，你自己看它状态变得细的粉就打稍微久一点点，不可以过久哦，你要在旁边看，因为过久了它的油脂出来就开始变酱了。从花生粉到花生酱哦，就是持续的在搅打就是了。那我们现在先把它变成花生粉哦，你把盖子关起来之后，我们就要运用这个 turbo 键了，就是快速，最快速，也就是速度10的意思哦。我们用快速按压8到10次哦。我大概按压10次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成为这个细的粉状了，好香哦。其实光只是这样搅打，我觉得好香啊。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变成这个粉的状态了哦。所以如果你是美善品的朋友哦，你看非常的细致，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哦，这就可以拿来加一点点的糖粉或是这个细一点的糖哦，把它混在一起就可以变成这个包马吉，或是粘在汤圆的外表哦。之后会不会大家示范我们汤圆的另类吃法，就是可以用这个花生粉直接粘在外面，非常的香哦。花生粉其实已经完成了。如果呢大家继续要再成为花生酱的话，我们就继续再走下去。像有一家团购的花生酱非常的有名哦，额外的油不用加哦。那如果你喜欢油一点，当然也可以再加点额外的油，比如说什么洛梨油啦、葡萄籽油啦、玄米油都可以，可以再加一点点油，让它的酱料的这个油脂哦更为丰富。但据我知道，其实光是这个花生哦，你要一直继续搅打它，它就会变成酱的。它可能有点浓的时候，你可以再加一点液态油哦，去让它变得比较好涂抹。那通常我的花生酱哦的做法就是，继续打这个花生粉，我们加1大匙的砂糖或是冰糖。然后另外的是加1小撮，就3个手指捏1小撮的盐哦。那如果你是本身就选这个带一点点咸味的这个花生，你就不用再捏那1小撮的盐了。涂抹的花生酱我就不再做了。那我们继续再做下去呢，就是一个包汤圆的馅料。如果今天你没有要做流沙板啊，其实你现在就用这个花生粉，然后我们搭配了是70公克的砂糖哦，或是糖粉的流动性就没有那么高，因为它里面有玉米淀粉，那无所谓，你看你手边有什么材料。那最后就是固态的油，你也可以选这个 butter。 那我今天选的是猪油、板油，甚至有人用白油，但白油说真的我
个人比较不建议哦。那我觉得用天然一点的油脂，就是猪油啦、牛油啦都可以哦。那这种固态油，甚至你可以用更健康一点的，比如说这个在23度以下就会结冻的椰子油哦。但是椰子油的味道比较重，的确会抢一点花生的香气。好，那这个都看个人自己的喜好，我们就选固态油。60到70公克是不会流动的，就是一般的包馅的、哦、你就把直接拿这个花生粉再加上我们刚刚的糖跟油哦，全部柔合在一起。这个版本如果你直接混在一起不再经过搅拌机的这个馅料版本是不会流动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需要它流动哦，一般市售的饭店是把油脂拉高到4倍，比如说我们是100公克的花生粉，如果是饭店它会加到400公克的油哦，相当的高，我觉得这个对身体负担比较大。那我建议大家，我们运用果汁机或是搅拌机的功能，把花生粉原本里面还有的油脂再次的引出更多，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少加很多。所以我今天基本上我只加了60克到70公克的猪油哦，或者是牛油，然后我们运用100公克的花生粉。那我们现在继续，如果要做成流沙版的，请继续跟我做下去哦，就把糖60到70公克也都可以啦。那我自己买比较喜欢的比例是70公克哦，比较甜。那我觉得做汤圆哦，因为它的这个糯米已经是没有味道的，如果我们再加上汤圆馅料不太甜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那个汤圆的感觉。我还是喜欢吃甜的汤圆哦。担心身体的问题，你可以减到50%。现在其实我才打了30秒钟，我先让它暂停哦，因为我想要刮一下旁边的这个盆哦，然后顺便看一下它的流动状态是不是够好。把盖子打开，好，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盖子上面有喷到一些哦，你可以也把它移下来。我觉得其实它的流沙状态还不错耶。其实我才打了30秒钟哦，你可以随时观察你家的这个果汁机哦，因为几乎所有的果汁机都可以这么做。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状态哦，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流沙的状态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们就想象我们煮热了以后、哦、它流出来的感觉大概是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了、哦、芝麻流沙汤圆的馅料已经完成了。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刮得很干净，我可以分享大家我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又不会浪费哦。像我今天刮的算很干净，可以刻意不用刮那么干净。里面呢我们就加上这个市售的鲜乳或者是豆浆，我们就会可以把它顺便洗锅，然后顺便打成一杯的这个花生牛奶，我觉得非常好喝哦。这个是我加了洗洁剂哦，然后呢再让它快速搅打以后，你看整个锅子其实已经被它洗干净，刀头也洗干净，只要再清水清一下就好了。所以大家运用果汁机也同样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哦，加上清洁剂以后让它搅打一下，其实整个果汁机就洗干净。流沙的这个花生馅料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需要呢冰到冰箱哦，让它稍微冷冻一下，我们才可以塑成一颗一颗的这个馅料的圆形。塑成圆形之后，还要放到冷冻室，冷冻成硬硬的状态哦，这样子我们才会在包的时候非常好包。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流沙的状态哦，其实就是这样子、啊、非常滑顺。如果大家再多加搅打的时间呢，它会更湿更稠，因为花生里面的油脂完全被引出来的时候会是非常湿的哦。但是因为我觉得包到这个汤圆里面舀出来，如果太快的流出来这个馅料，我们也会觉得啊，怎么一下就像水化掉了。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浓稠状态，我们就想象加热以后它流出来，舀了以后流出来就这样。现在这个酱料呢也是花生酱，它是比较 heavy 版本的，就是所谓油脂比较重的版本，因为我们额外再加了猪油哦，或是牛油。如果你不加油脂的，就是清爽版天然自然版，从冰箱挖一口就可以直接拿去吃，非常好吃。直接拿涂面包当然也是很棒啦，那只是说大家如果健康的考量，比较好的方式还是不要加这个油哦，直接打出来的花生酱哦，直接这样吃已经就够好吃了。那如果说你要增强版的，不在意油脂的，真的可以把这个也当做花生的抹酱哦，好好吃哦。
接着就要把这个酱料、直接放到冰箱冷藏室，先冷藏一下，然后我再来塑形哦。对，流沙的花生馅呢，我们放了在冰箱已经大概4到5个小时了。那因为有固态油脂的关系，所以它现在可以凝固成还算凝固的状态，但不会太硬哦。我们就用这个挖冰淇淋的小勺子、你的馅料要多少？你记得就是买这个比较小一点 size， 它有各种 size。我现在这个大概挖出来大概是10公克左右的内馅。这个、冰冻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整形，之后呢通通都要放到冰箱的冷冻室哦，因为现在冷藏还不够。冷藏了以后哦，稍微的还算可以成型哦，但真的很软。大家就是要小心一点啊！你看我在手上再久一点就化了，那赶快，我们动作快，不用太过整齐，没有关系了，就是大概夏天操作的时候可能更要小心哦。还好现在是冬天。